世纪录保持人。又是保持人啊，谁知道？我每个集我就是，我觉得台湾真的很了不起啊，不简单，真的是，真的八项世界纪录的保持人，真的，请他出来吓死你们，请出场。厉害，八项哎！大家好，我是住在台北，是，我是沈传龙，今年49岁，是。我是今天表演的功夫是1987年世界内外气功比赛冠军，同时创造八项世界纪录的功夫。所以你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最好小孩子不要学这种东西。对，哦，就是基本上就是你看到老师都练了很久，小朋友不可以乱学啊，好不好？可以模仿哦。那我们要开始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请开始。我是要用那个钢板打后脑。啊啊！同时投击砖。停停停停停停！师傅，一起干杯做两行哦。对。去看两行，一个前面是什么？脊砖，后面是后脑是钢板打，哎呀，这是真的钢板，不是打这个，打脑部，哎呀，很恐怖啊，这不能学。听下这里哟，这好，这个架替板真的是是铁板，哎呀，真的耶，这个打后脑勺。啊，前面是砖块，昏倒吧，这很重哎，我的天哪！这真的，这真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这要打后脑勺，而且这为什么是记录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可以同时前后这样同时来的，因为它视力点不一样，运气的地方不一样。对对对，好，哦，请小心。好，这是第一项哦。我们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哇，阿伟，阿伟。好啦，可以。哎呀 ！Oh my god！ 哎呀！哎呀！铁板都弯了，砖块都断了。要记得加，该加加哦。好，现在第二项，第二项老师要做什么？这种功夫是用八卦手击砖，我在空中把它击破掉。八卦手啊，用手盘。普通功夫是练手刀，前头那是小孩在练手背啊，这是手背，手背，是我手背变一样，跟别人不一样哎，那手背看起来不一样嘞，这种款子要再加手背，加这种款子，这骨头都好厚哦，很硬，好厚哦，你看，关节有高哦啦，你看，真的很厚哎，真的耶，哦，好厚，他的手背很高，好厚，这手背断砖就对了，断砖的，那是空中击破掉，空中击破，哎要小心，我们讲，不要往我们这边哦，拜托。我们自己小心一点哦，自己小心一点哦。哎呦！好大声的那个砖头掉下来！哇，厉害耶！怎么会？对呀，手背很痛，很痛哎！真的，手背很痛。像这种手哈，现在世界上是瓦切斯，普通都没有练这样，没练这么厉害，瓦切斯最厉害。人家是铁砂掌，你是。铁背了哈，这整个都练出来的，了不起了不起。好，这才第二样哦。第二样，我们要进行第三样。第三样，我要请那个蔡德大哥出来。哎呦，又是蔡德哥，又是蔡德哥，蔡德哥今天表演好多，我要加钱。大哥，我给他了。童子成功找我，没有，你通告费比较贵。是狮子挑软的吃啊。你要那个锤我吧。我童子成功就是用脚踢耳劈。打耳劈，用脚踢耳劈啊？什么？用脚踢耳劈啊？踢菜头的，哇！踢菜头的，踢菜头的，哇！踢我，踢我的，踢我的。这叫什么功？这叫什么功？他童子神功，童子神功啊！在武学上的顶尖。那么他这个功夫，我们叫做那个叫吊，叫做吊音功。哦，人家说的缩音入腹就是这样子。缩音入腹，缩阳入腹。我看过周星驰的节目，要拿一根针刺那个脊椎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拿。哦，这样。哎，没关系。师傅是练很久的。他有穿皮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来，你声音啊？他5岁开始就学了。哎呀，学了40几年童子神功哎。他大，他等一下，他大哎，硬不硬？没有哎，没有哈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，你看，缩进去了，哎，你看不会，照进去的，看起来很痛哎，大力一点没关系，大力一点，蔡头哥，来，大力，啊，出去啦，哇，
笑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换小钟吗？啊，计划吗？计划吗？真的吗？我不相信的，不是。换菜头大哥踢你。你踢到哈？来，踢到你前面的武器，小钟踢到。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差别。我是来的，因为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。他说你踢到你是武器，真的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啊，只有我一个人练这个功夫，其他没有。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你踢到就福气。踢到的话就是福气，福气是什么字？很有福气的哦，福气，福气啦！五百年哦，没有碰到福气，你看到碰到啦。小丑，小丑。再大一点的，我们先讲一下，太大力了。先讲一下，小周是踢三次，不是重播。最用力的一次啊！被我们夹了吧？看不到，不会了。哎，真的没有东西哎，没有东西。创造最多怨气的来，他跟手臂一样都练过了，练过。这个厉害 ，OK， 第一次看到，终极加分题要来了，对不对？已经傻眼了。好，这个功夫里面看到哈，某某道士的一点好处，因为以前我们用听的吧，小时候我们听的，那救仙、童子功，到后来的时候哈，有电视说哎有这种功夫，才知道以前是用听的。所以老师，你看着知道哎，现在这种功夫，老师你现在是童子？我没有童子啊，我哪有童子？我娶过三个老婆了啦。哇！哎，可是童子功不是要童子才能练吗？对啊，五岁开始练吧。哦，童子开始练，其实进了49岁吧。哦，练了40多年呢。哦，那时候我年轻啊，年轻的时候有童子开始练就对了。对，所以开始练的时候一定要是童子。童子，童子，五岁开始练到童子。蔡头大哥，你没办法，这辈子啦，不过扣零啊，下辈子了啦。来，终极加分题好不好？现在是6300，好不好？终极加分题。接下来师傅要表演更有难度的倒立金钟罩，在气功学上，人体倒立是很难运气保护身体的，更何况还要打金钟罩的罩门。这项表演除了沈禅龙师傅以外，号称没有第二个人会。这是开眼界，真的真的，这是开眼界，第一次看到，真的。这一般在只有在，哇，对，这样很难运气啊。对，这样的力量哦，世界纪录啊，用不出来。哎呀，哎，这太恐怖了啦！太激烈啦！我的妈呀！来，要把钢板打弯了。好，好，好 ，Oh my god， 手断了，手已经断酸了。哦，掌声鼓励。因为这样哦，他的功夫哦，你人都完全没有力量的，你靠你的运气的时候，力量有霸气出来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啊，脸这边中下。世界功夫吧，脸那边中下。他你在古时候在打架的时候哈，他会踢到这个地方。啊。哎，你这踢不到，他的脑部呢？你会打脑部，脑部打下去马上就打下去嘛，所以那按到脑部不会打，有办法打这童子功才有办法。哇塞，哎，是这个道理。但是等一下我表演这个眼睛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弱点，有没有？对，说是弱点，他可以弱的地方就是那边。哦，厉害厉害！以前小孩子打架踢到那个地方就完蛋，就不用再打了。他下巴缩进去就好厉害哦，好。所以我现在教这种功夫的时候，都是科技新贵，有新竹那边有太多的学生。还有那个企业家在跟我学，企业家身体会健康啊。OK， 好，好，进行终极加分题。现在目前7100喽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要表演的是用两手抓电，眼睛顶钢筋，顶右钢筋顶弯，同时投击砖，那是世界保持的功夫，其实20多年没有人破。你会太忙了。对，好忙哦。他每次都因为一个做两个来就是。你会不会太忙了？对呀，我再帮你整理一下。老师要做的就是眼睛要顶6条钢筋，然后头同时睡2块砖，再加上还要这什么电风扇，还有灯泡，电风扇，在通电呐，哎，通电，全通电，通电。哈，为什么要这么忙？真的，结果那不赢啦，同时吗？哦，好像目前7100，加油了，终极加分，终极，真的是最高的武林绝学了哈。来，请开始。这个东西，我这辈子都没看过哎，真的吗？没有，我连听都没听过。单独都很少看到了，都很少看到了。三个同时。眼睛哎，我的妈呀！哦，好，他右手要通电了，右手要通电了，眼睛顶好了。哇！
哦，灯泡亮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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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讲好多大？阿伯大嘞。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电风扇，电风扇，我帮你看一下。没按，我帮你看一下电风扇。按个，哦，有了哇，电扇。真的哎，你看。我的妈呀！滚！阿伯要个滚，滚。完了，完了。哎呀！好了啦！我的妈呀！掌声鼓励！哦哦，哎，起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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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该加分要加分哦！好可怕，这么一直攻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哎，该加分好加分哦，真的是了不起！怎么可能？眼睛怎么把铁丝弄弯啊？就代表说中国功夫真的非常了不起哎！厉害，太神奇了！而且保持世界已经二十多年都没有人破了，是没有人有办法破八项纪录，真的八项纪录。好，一万，我还在跳，10800块钱，祝福祝福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！成绩报告，今天真的老天注定哎，今天没有第三名，没有第二名，全部第一名，哎呀！三个都是10800块钱，第一位是 Double K， 耶，是哥，再次应气功沈长龙老师，哦，哎呀哎呀，哦哦，是是是是是，再来西点郭老师，谢谢五位评审，谢谢。职业总会奖金满天飞，下周见，拜拜。